大枪摄政王凯西林威主林城主吧，主傲天该求得你啦，王中冠。来，我们上一期讲东郊寻宝，大家知道那个东郊寻宝吗？下一集我跟你们分享他的奖励。哎，我觉得这些好可怜哦，我们现在才一个平小林而已，到底要玩什么？可是我们玩那么久了，结果还差一个妻子，我觉得不行啊。就他已经生了好几个。那不是说什么啊？弟弟要去玩糖葫芦了，什么鬼？这个配音真的是有够那个的，笑死！就把这个解完了。有没有那个 ending 了 ending 了，欸，之后再直接讲我们的 collector， 然后我们现在先把皇宫给领起来。欸，所以现在皇帝都还没出来是怎样？这些进度不会太慢？关卡战场云泰的是那个吧？来盖小啊，对对对，我卡一下，可惜。这给先回去的呀。我都我都也是卡在这里耶，妈，不管了不管了，最近我们这个太慢了，这个太慢的关系。等一下最后我们来介绍我们的门客。诶，不对，这期 VIP 是没有讲完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 VIP 全部讲完才行。我先把 VIP 讲完了，等一下啊，今天顺便 boss 嘛，考也喝，这家伙一节抽吧，官兵就抽到了你，你阿伯，来最后 ending 哦，最后 ending 俺得介绍 hero VIP 啊，告对啊，哦对对对，告曹操。来，今天重点王昭君，王昭君。那王昭君的取得方法呢，是透过我们的 V6， 那他可以技能加成我们的项羽哦。那今天这集的影片就到这了。其实当官就是那么轻松啊，就是对，就是不像一般的手游，就是复杂。那你们就一直念上去这样。好啦，巴布。哎，对对对对。这些也是有好友的哈，诶，他好友那样子用亲家诶。好，那我们就最后来刷个存在好了。奇怪，我的为什么每次都是暗暗哦？